我说玩这一款，拉扯一下，玩这一款，先好好的练习。白痴哦，我干嘛？不会。哎，大家剩下的，请记得去看我们最新的周报。SF6 在比赛，等着看 RP 啊，看有哪几场精彩的。好久没碰 SF6 了。아까저기서아무생각없었는데나생각이랑안치네그럼接宝宝又怎么了？接宝宝又怎么了？인정할게闪现不躲大东的大招，哎，丁一那个真的蛮扯的，不是你一直惹跳大东的脸啊，不躲他的大招是怎样？你不要跟我提那个，你跳他的脸，然后基本上对，你先不要讲，我都知道，你说我都懂，你懂吗？我看你是不懂哦，我看你是完全不懂。你说的对，这就是定义的一个队友，没有让打一个卡玛，泰尔瑞空打一个卡玛，对线，哇哇哇哇哇，也缴太多闪现了吧，全按喽！下路能按的招全按喽！哎，好像就一泽的闪没按而已。还有狂暴的一个对方，赶快解，赶快解。哦，痛！被他们推到塔下，真的是痛。一泽，我是真的不知道有没有啊，好像有，其实好像是有哎、欸。完了，让我们先。哎，我就知道没有，你就继续瞎逼逼。我就感觉他好像没有按。现在没有了，现在是真的没有了。我本来就没有应一者的闪，因为我印象中他就没有按了。我刚拼了一泽的治疗，然后闪现点燃，加上打野的闪，打野是闪出来的，打野七分钟才有闪。为什么对面是猪女中路？猪女中路，然后塞勒斯在打野，没看过。누구든죽어야한다면내가먼저죽을게자기가좋은거못봐그리고나한테검정색은안받아흉터는참섹시한거같아상루고토고도나와집중하세요내가도와줄게水滴加长剑，啊，抬上去了，危险危险危险！不要冲动不要冲动，塞勒斯出来，我鬼步要按了。
礼拜怎么没追群？准备比赛啊！大凯养喉咙啊！大凯接下来六都亚洲杯都要播，虽然六都有点久。不过这一次六都那个赛程超级尴尬，跟亚洲杯完全撞在一起，不知道到时候到底有什么牌。同一天播，同一个时段一起开始。我看可能选一边打吧。哎呦，我还会吃一个流星。不要吃 Q 哦，有人面对伊泽卡玛还可以不吃，知道？有人这么想的。偏难啊，我只能说是有点挑战性的事情。伊泽卡玛打架真的很难。OK， 不要硬杀我，还好，活了活了。最近水逆，最近好像没有水逆，哎，好像是什么冥王星要逆行哦。啊，乐光不杀他哦，就是地内。一滴血在乐光面前嚣张，哎。然后对面他也死掉了，他竟然不杀，我都有在听哦，我当然有在听啊。昨天不是才大家一起看这周运势，准备要来看下周运势了，不知道国师的下周运势都是什么时候出的。冥王星从很久以前就不是行星了，那只是一般地球人的判断，对于占星术来说不重要。占星术是可以算到宇宙万物，那是不是行星只是一群科学家自己在定的？宇宙的一切万物都在占星术的掌握之中。比赛时水逆该怎么办？那也就没办法了，运势就是这样。啊！又是 RQ， 好痛！放吸血，碎碎碎，回血回血 ，nice nice。啊！伊泽瑞尔。嘿，对，这个人带着盖伦的大招，好啊！直接把我秒杀，乞丐大剑一刀，确实没命了。
水星什么时候会顺行？水星大概每半个月会顺行一次吗？换一首歌啦，来一首神曲。필요한일은뭐든하겠어두번씩群青哦，群青好听呢。啊，追死这个伊泽瑞。누구도내앞길을막을수없어여기없잖아UZI 都复出了，这首歌也该复出了，还是应该播《Legend Never Die》。凤凰好像是那个都英币主题曲啊。欸，来点金克拉吗？整就给你整一点金克拉。好痛。哇，瑞空飞来飞去的，花式啥都没做。哦，狗头人，你看这棒子，有点硬，有点硬。没事，我又站到他。你这狗头走位有点硬，看他要死了。哎，那猪女为什么大招这么痛啊？AP 猪 ，AP 猪，小心！我第一次看到 AP 猪了。AP 猪是要靠什么打伤害啊？就靠丢这个大招哦。哎呦，乞丐大剑把伤害拆光了耶。狗头人，一二，漂亮，拆掉了。我又还有一颗想杀的心。你玩这 AP 猪，还不如玩一个 AP 桶。猪好像全招吃 AP 吧，然后有一招擦伤吧。我看快打六比赛吗？没有哎，为什么那么多人在转播快打六的比赛？这有什么合作是不是？啊，我看一大堆人哎，而且标题都打那个，感觉应该是有什么合作。哎，同步四天有新番吗？还没有哎，新番应该存一下吧。想看的那几部都还没上啊。勇者库鲁托7月11嘛，好像大部分都要到7月10号前后才有。五指要上了、啊。
到时候看看。完了，好像会死。鬼步还是应该按的。葬送了福利脸。哎，这一季有福利脸哦。最近没有福利脸，我看人家新番表没有福利脸，印象中值得看的不太多，大概就挑个四五部来看吧。我记得我上次有讲我要看哪几部啊，但我有点忘了，反正勇者嘛，然后无子嘛，另外几部我忘了。哇，伊芙琳，他送头了。这季很神，这季我感觉蛮普的。OK。OK。哦，我毛嘞？我那毛为什么不回来啊？我按了，我按了。我绝对按了，就是不知道他为什么他没回来啊？爆屁吧！要是有一个很好的 VPN 就好了。这里呢，如果你输入 GOD JJ55688， 依然可以享受我们 Surfshark VPN 17折优惠哦。心动不如马上行动。啊，这是我帮大家争取到的福利啊。这边就是尽量能帮大家拿到多少福利就拿多少福利，让大家看台也能赚饱饱。回来，我会战要来处理这个塞勒斯了，最讨厌的角色。好，这两个想杀狗头，好像活在梦里。这两个人好像在做梦。看我的台多久可以财富自由？大概全部都已经财富自由了吧。你只要心灵富足了，你就自由了。多看台，多学一点技术，这些技术到处都用得上。乞丐也能财富自由，那当然可以啊。说乞丐就是当工作在做的，上班是乞丐，下班开好车哦。看你会不会运用而已啦。也
弦十九个月。哎，猪猪来看我们吃巴龙。너랑함께있난행운아야哎，炮车，怎么没钱？怪怪，这版鸟人跟伊泽谁比较快成型？伊泽啊，伊泽装备最便宜，而且伊泽康特鸟人哦。为什么没有惊叹号 VPN 了？他可能是换了一个指令。然后买地种东西，后来有买吗？后来买了别的啊，后来买了游戏公司啊。大米拉这一版还没败哦，是还没败的哦。就是对线没影的话就会GG，如果是软辅高几率会GG。Rank 很烂啦， Rank 的话大概是 T5 啦。啊！我死了！哎，他也死了！我不亏啊，我不亏啊，要死一起死。哦，狗头人，这狗头人以为自己能操作，队友要没了。狗头可能还能操作一下，这个出冰拳的狗头蓄战力有点弱。漂亮，我对面的 AD 一直死，这版本 AD 就活不了。这版没什么防装可以选。역사는승자만할것이제우리가역사를쓸차례다이브린最喜欢对面这种全是软皮的阵容。这边伊泽是抓氧装，我抓氧装，这是伊泽最强的装哎，他现在已经是满装伊泽嘞。只是他们没有人可以挡伊芙琳啊，中路的猪出这样子杀不了伊芙琳。这版 LB 还会出电刀、哦、出啊出啊，凯撒也出电刀，加减用嘛。反正他那个蓄能的那个模式又没有改。吃猪排。哇，猪排升到会咬人呢。35块，这怎么突然崩那么大？
因为伊芙琳杀软皮太强喽。飞呀！인정할게지난번엔내가정말잘못했어뭘대답잘하는데이브린这个伤害真的太快了秒杀哎这首歌是什么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真把都伊芙琳一个在玩的啥呀结束了那一场就唱那个、啊《火影忍者》那个《疾风传》主题曲，我觉得那首歌最好听。《火影》后面的歌都不行。可惜这团后来没唱什么歌了。这团后来是散掉了，是不是？我其实挺喜欢这种日式老舍的，看有没有其他团可以推一下。给谁点个赞？盖伦打不错。烘焙王的，烘焙王的这个唱跳 rap 环节有点少啦。这一组最大对手应该是我们自己，不好说。有一对 RNG 的跟一对 JK， 还有超负荷。欢迎欢迎的。차제를뒤엎기위해선미니언생성까지30초남았습니다但是决赛才会遇到。啊 ，JK 是跟他们同队的。那决赛见呢？미니언들이생성되었습니다반역의기운이내피줄을타고흐른다巴德哎，今天会不会玩巴德啊？不需要会。哎，好废，巴德都几年的角色了。我就不想说你，巴德都出几年了，完全没有改过的一个角色，也不会。你那个 AD 也不知道出几年了。哎呦，我跟你咋归你啊？巴德是真的完完全全没有改版过任何一次。但我也不知道巴德可以打赢谁，好像屌虐牛头人。小虐牛头人布朗姆这些挖哥，达瑞文，达瑞文我还蛮喜欢的，我喜欢会流血那个版本的达瑞文。那个版本的达瑞文我还蛮 man 的。
怪兽去挖中路了，挖呀挖呀挖！哎 ，LO 有很多活动啊，上次不是有人说还有一个 LO 的那个什么新版活动，反正 LO 最近很多活动、啊，暑假就是要让大家回来打 LO。风之谷也改了很多活动。暑假哈，就是这些线上游戏的天下了。风之谷准备练卡莉，还有洗创世。创世洗完，我是不是就完整了？我就无敌了。上车！哎呀，好像零车，啊，但没事，全杀了。LOL 的新模式很好玩，二打二打二，不知道是什么模式，哎、欸，好像还没出吧。역사는승자만이고이제우리가역사를쓸차례。等台服出了可以玩一下，那 CRM 是不是？OK， 要被 S 二帮我扛 ，Nice！ 哇，这巴德肥肚肚扛住了。这战旗就是咯，哪有？不是有超多游戏的吗？有的人在练那个快打，有的在。有练快打的，有练暗黑破坏神的，然后还有在那个，还有萨尔达的，也有 FF 十六还在破的。FF 十六好像耐玩度比较没那么高啊，大家一下就破完。它还蛮多种类的。枪战的呀，还有啊，玩 Apex 的还是在玩 Apex 啊。瓦罗兰啊，对啊，瓦罗兰也有比赛啊，瓦罗兰六都也有比赛，也有人在练啊。很多种哦，很多种竞技游戏，很多种啊。Shadow Boss 也刚改版啊，我看四季啊，蛋蛋他们也都在练 Shadow Boss 啊，在分享新牌组啊，很多种类哦。啊，不然还是有唱歌台啊 ，ET 玩王者荣耀嘛。有时候豹哥也会回来开跑跑卡丁车啊，那么多种类。豹哥最近好像比较少开，他们练血嘛。OK， 我要死了。哭啊！鬼中我一手。耶 ，A B C 62635。啊，7月5号，7月5号我们小巨蛋，还有 T O Y Z 大战。Derek Song 全院大赛，
在小巨蛋，现在还买得到票吗？好像买不到了。我支持哪边？丁宇，你支持哪边？我挺馆长。我挺你。好，馆长告他，告丁义，被告丁义住在云林。他们能打死一个吗？他马上要签生死状，但应该是不会打死，应该是很难打死。钟培生看起来应该是高一个量级耶。특살중입니다제압되었습니다체제를뒤엎기위해서특살중입니다에어저구두다스마대봉반대송송战不好说，战好像都不好。哎，对，双 buff 这样也要。我觉得全集差一个量级好像差很多，好像重量级比较有危险，女量级好像就还好。难看的。好啊，这两个没有人头，可恶！난기타를날린운명으로태어난거야。看伊布，对吧？你看伊布被打多久都不会死，雨量级都不会死。恰切死。역선순정이제우리가역第一神犬最近又更新嘞，一千不知道多少画了。아군이당했습니다에이在偷偷咬狗丁义跟你说他给你处理 Oh my god 加里欧加里欧在咬狗哎这怎么没下去在咬狗太棒啊！巴德又拿头，阿杰，你还敢说警察要到小港捉你了？警察这么扯啊？누구랑말섞고그러다보면
没事，哎，警察都是我的人。警察那边都是我的人。混沌的圣石把它拆散。那个肯德基确实蛮丑的，我都不知道他为什么可以不来。哎，怪兽，漂亮！我的鬼定，再将巴德。포탑방패가손을댑니다。是，那是肯德基的订餐系统有问题。他竟然会跳别人的资料，那肯定就是他的后台。哎呦，杀到中塔来了！这显然是厂商的厨师，是吧？丁丁，你对肯德基也有很多不满吧？我没有，你别乱讲。你不是每天都在说那个经理坏话吗？乱，你记错了。那经理整天只会叫我去扫厕所，他怎么不自己去啊？아군이당했습니다。那时候丁义还说他离职的时候，他一定要狠狠嘴那个经理。人家功成名就啊，你可以回去看他。我还功成名就。肯德基的蛋挞变难吃了，是假？那得问丁野。那没有，没有理由。你终于可能有更好的选择了。搞垮肯德基了，乱讲，那还零食。这能追到？哦哟，加里欧也跑快，加里欧好像是来给对面加速的。好啊，我断他路，结果没助攻。如果想说他，说不定还会缴个闪什么的，直接就地正法。泽利已认罪。每次你烤完蛋塔都会偷吃，赞啦，就是要这样啦。突然好想吃麦当劳的炸鸡哦。麦当劳现在是没有鸡翅了，是点不到鸡翅了。六块全家桶，全都是鸡腿哦。麦当劳炸鸡很贵，有吗？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价格多少，五十几块吗？还是六十几块？OK， 我这里走不过去了，先推中线好了。여자들은최다락한을노리던데拿破里的好吃归好吃啊，但他没开那么晚。我24小时的拿破里啦，不管了，我要点中他了。再吃个三郎。再吃个怪兽，刷满。
那再吃个蓝 buff 跟九级好了。昌平炸鸡王鸡翅九至一百，昌平炸鸡王印象中是普通东西，还行哦，好像没有辣味是不是？便宜没好货啊，马云有说过啊，一定要挑贵的、啊。역선은승자만했고이제우리가역전을할수있습니다뭐야감사합니다 AD 메산运气不错，我怎么说他运气不错？至少逼出他的闪，我已经赚烂了。下一波他死定了。哇，蔡雅单挑就不是很强，打团厉害，我们靠打团。我先来阻止这个剪刀侠的分推。以免让他赚走这六百五。下一波团战我肯定能活啊，团战没有一个碰得到我。巴龙哦，巴龙等等再吃吧，我觉得十九分不急着吃巴龙。인관중에눈먼장님꼴하고전哎呀，又杀边线了。那、啊、这巴龙我看对面也不用吃了。电刀 AD 折力，了烂了。羽毛丢几根再拉比较赚，五六根吧，五六根就可以拉了。有就按了。八神的。奇妙旅程，这鞋慢慢的这样飞过来啊！他还想，什么东西慢慢的过来了？是雷欧娜吗？差不多要结束了。哦，对面还有预示者，这边这么烈，还有预示者。赏金怎么有480块啊？哎，对，这怎么是巴德的？巴德的奇幻旅程，好，开到了。没飞过来。哎呦，四月最神 ED。四月的新番都安稳的落幕了，非常好，没有一部烂尾哦，也没有人拖到七月哦，这算是非常好的一个季度。我还没看水星的魔女哦，先别爆雷哦，我们礼拜一才要从故事听哦。
넌 정말 마음에 안 드는데 말이야. 那明天我们才要来同步试听《天国大魔镜》的结局跟《水星》的结局，还有我推跟无神。哎，天国已经结局了吗？啊，天国结局了吗？还没吗？结局了吗？天国是十三集吧？忘了，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天国到底几。那不是我更新的，那是 Abel 更新的。但我记得天国应该是12或13级。啊，天国好像没了哈，对哈，天国没了。哎，我没上车啊！那我晚点再把七月要看的再整理一下，看有什么提早开播的。真的敢回来啊？贝特一下就真的回来了。同步试听是不是都没有 VOD？ 有吧，只是没有，不会有那个影片的声音。无职第二话，第二季零话，好了，等等再整理了，不急，专心打喽，专心练习。포탑을파괴했습니다无职我是真的蛮喜欢的，不知道他是只打算做完卢迪篇，还是要把那些什么蛇尾都做一做。蛇尾很主线，哎呦，这大招，鬼子配合，嘎嘎乱杀，是吧？其实光卢迪篇要做完就很久了。卢迪篇小说有几十本。血虐又血虐了一把，蛇族小说才刚出，真假？这么多年了，蛇族才到刚出而已哦。我以为蛇族已经出很久了。回来喽！想我的加一，狼心你还没看过？狼心哦，没差啦，就是看放松的。主要就是呢，这开着马车骗点钱，载着老婆再开个后宫的一个冒险故事。基本上就是把什么欧洲大陆啊走一走啊，到处逛一逛。각자흩어지면내가널찾을게미니언들이생성되었습니다有吃火锅吗？哎，在到处然后再品尝一下美食嘛。啊，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武打的情节的，就是温馨治愈。오늘은한번안죽어볼게一招知道这些就可以
等着看他的新章节。来，绕回线上，勒布朗辅助。当县长的吗？这可比当县长好赚多了。被抢二了，啊，没丢到，好亏，帮你扛一下。我操，怎么是勒布朗？哇，从未见过。回榜，回榜炮车没了，注意哦，再避个闪。勒布朗看起来是回家了。没回家。他的兄弟过来了。啊，好想杀那个凯撒哦。文艺片哦，文艺片看什么时候把那个有没有机会把事业幸运草也重置一下。OK， 吃完这一波我就要回家了。希望不会是勒布朗把我送回家。무슨일이지？他来送我了。OK， 没想到。回家了，回到最初的美好。啊，没法多啦！哦，这个箭袋就卖那么贵，我怎么办法？是不是在演？没有，没在演。阳光要重做了，阳光才这几年，有什么好重做的？永无止境才几年而已。너무지쳤어좀쉬어요모두나만못쳤어모두看一下，是箭袋加上短剑哦。본때를보여줘
哎呦，上路卡上帝压着剪刀人在打的是什么状况啊？这是康特的吗？勒布朗跑线嘞、欸，勒布朗不理下路了，差哪里好打凯莎？永远都有线权啊！只是勒布朗还能，能把他宰了。而且后期不怕被凯莎飞进来刺杀，虽然说现在凯莎都是 AP 的。下路最重要的就是要有线权。其实凯莎对线就很烂了，也大部分的人对线都是康特他。阿古里躺也死，真的要躺好，没错，那个是 AD 的其中一个重点。AD 的重点就是要等你的坦克、你的辅助帮你制造输出空间，那你就上去乱 A 一顿，然后把塔拆了。平常就吃吃冰就好了，不要有太多想法。你的逆转，你的逆转，你的是七个月。阿古尼太也是。卢鲁修复活，卢鲁修要复活了，终于要复活了。就说鲁路修一定没死，一定藏了一手。啊！跑不掉啦！可恶，还是被他直接拍到。脚不够勇猛啊，跑多快？没事，我有鱼叉了。我现在手很勇猛。난누구한테미리말하고행동하는그런사람아니에요对面这边摊一手塔皮啊！옆에라칸이있었으면귀에서피가나서队友在吃龙，那可能还会来搞我一波。勒布朗还在，感觉艾克也在啊，算了，管他了，截我的兵线，不理了。자연의섭리는혼돈을따르는것순응하든가죽든가선택하시지빠르게한번살펴보자고超爽的，赚到五块！啊，连御侍者都被偷了。但是干掉一个。怎么办？我没招哎、欸。他这样也爽啊。제압되었습니다적이학살중입니다적을처치했습니다好爽，需要挡加上闪现，对面不要要被 ace 了。
看呀，黑叔叔卡上地，101.5防，107的魔防，他已经快无敌了。他这一趟回家，神化妆出来了，石油王要上了，石油王一定行啊！奈德利要过来支援，预示者吃掉之后，这边没捡到哎。哎，诺布朗送头了。D I G G Y。OK， 我就应该杀这艾克的啊！为什么要打勒布朗？跟勒布朗有仇啊！我刚刚就讲直接 R1， 然后把勒布朗刷死了。伤害不够，伤害有点不够。那么凯莎没大，鬼步不知道还在不在。嗯，看到他我就要直接开鬼步了，我要再把他 A 爆，他把加速开掉了。喂，他高速绕跑。然后就刷勒布朗，就说了跟勒布朗有仇。那不杀，那口气咽不下去。포탑이파괴되었습니다吃完这一波看有没有机会好了。파괴를당했습니다아我的平 A， 为什么没有把 S？ 那个是不是？刚刚感觉好像那个。没事，来去中路。有问题，这有问题。这边出了一点小小的问题，우리어디가마음느낀곳은어디다포탑이파괴되었습니다
发生一点小意外，但应该是没差。哎呀！ 来了，剪刀侠的 TP， 来的位置不错，但我没有卡上帝。来了，卡上帝。 他怎么还有一段大？没想到，所以飙到他，这就是奈德利，再一飙带走，漂亮。 아이오니아가 끼어들지만 않았어도 반란은 없었어. 炮车就改没有钱了。 좀 질려서. 改有一阵子了。 신환경 제품 맞지? 우리의 터전을 되찾고 나면 그때 쉬겠어. 对面这个组合，先把艾克给处理了，剩下应该都很好打。这凯莎，现在还有人玩这种流派的凯莎，没什么伤害。哦，这维克特走位，想去哪就去哪。 拉布朗克又倒了。晚安啊，库伊尔。你敢上他吗？ 학살 중입니다. 아이요. 혼돈의 상태가 더 자연스러워. 漂亮， 完美收毛。 伤害拉满， 剩下 就看你们了。Nice， 一个助攻，第二个助攻要来了，要拍三环，拍到奈德利，八龙局。这波我出来哦，八龙随便吃啊。 卡桑帝怎么会死啦？怎么可能？无情两件套。这就是卡桑帝。卡桑帝。
第二件竟然出这个，好像比较少见。 剪刀侠，剪刀侠！还有个艾克，很危险。卡桑帝，请教训他。对面刺客几大队哦。 哼，血虐，肋膀没招，需要一手吸血，没有蓄战能力。哦，卡桑帝打三个，这种可怜，没还没掉过血。 哇哦，分两个！你说的对，这就是卡桑帝。哇 ，Q 三，无法控制，真实伤害位移。哎，对，卡桑帝不在，死人了。 来来，咔嚓咔嚓，上来扁他。没大卡桑帝，可能也就是一块肉。关好像也蛮恐怖的。 마법생물 제트변 할인가를 주세요. 시간이 흐를수록 우리 가스타야의 전기가 흐려지고 있어. 感觉对面 AD 在混 ，AD 当然在混啊，刺客局。우리 마지막으로 춤추기 언제든. 我只能说 ，AD 没有前排可以打的时候，大部分时间就是在吃冰了。这是独属于 AD 的快乐，会一直吃冰吃到游戏结束。要打巴龙的时候，记得叫我。 没前排打的时候 ，AD 确实不能干嘛。现在 AD 又没怎么位移。他说我这一只就没有位移。 然后对面又一堆刺客，假巴龙怎么样？有没有一颗吃巴龙的心？对面那个爆发有点恐怖，我是很快，应该是直接秒杀巴龙。 等我 GA 出来好打很多。等大接一秒后排，他这边又没有后排，对面五个刺客哪来的后排？<音>
对面直接选一个五刺客阵，根本就一个后排都没有。我是在旁边看看戏，等这些坦克上去教训他们。你看他们就打不动坦克，坦克痛扁。 是刺客版本吗？虽然是刺客版本，但刺客最好也只出一两只就好，一两只就够带节奏了。五只有点太狠了，五只就有点太软了。 조심해。我也弹起来哦，我准备要转坦了，下一件 GA。哎呦，这六卡伤地啊！这卡伤地脾气上来就直接对你开大了。他已经3711滴血了。 怎么不见啦？有人在偷吃巴龙啊！刚巴龙血还蛮多的，那艾克全招 A 巴龙哦。啊？人呢？哎，龙种都没了。 포탑을 파괴했습니다. 포탑을 파괴했습니다. 역사는 흔적합니다. 포탑을 파괴했습니다. 이제 우리가 역사를 썼습니다. 우리의 업체계를 파괴했습니다. 공공 너무 매라. 하나에서 어떤 일 챘나? 아! 我也挂啦，好痛啊！我 GA， 好，这波有 GA， 稳。对面要吃龙魂呢、欸。 觉得可能不用跟他们计较了，但卡桑帝好像要发飙。卡桑帝要发飙吗？队友都没了。卡桑帝的大招是有时间的吗？还是只要打到人就一直有？啊，结束了。卡桑帝的无敌时间结束了。啊，但他再换一个艾克，哎，还活着、欸。 난 누구한테 미리 말하고 행동하는 그런 사람 아니야. 哈，三个马三个人都敲死。你说的对，这就是卡桑帝。就算没大，还是这么屌。 嘿，对我打出他了，怎么可能？我这么高的攻击力打出他了，他也得死。普攻。OK， 奈德利被他普攻了。惊人已登场，他看来是不用死。 打我有一点点小痛。
为什么不等大？我怎么知道他为什么不等我大？对面不想等我的大。好奇了，红眼可以 say goodbye 了。那对面不讲武德哦。我大招怎么冷却这么久？86秒。这么浮夸的数字，卡桑蒂 TP 走了。这个布朗好像开始很烦哦。哦，好痛！溜了溜了，等我80秒。好像补金人哦，但卡桑蒂要来了。惊人啊，五区 A。对面想玩分推，先回去补个 GA。파괴되었습니다포탑이파괴되었습니다这魔法防御好像最好还是来一点。OK， 五区要掉了。但我守住家里了。还好我守住家里了，他被等等级了，哔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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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毫无价值，这他不就死了？他拿刀来点我，啊！哎呦，好兄弟！还想追？哎呦，还有个石像鬼！这里如果艾克飞出来，被拍一手，艾克要飞出来了。我看来一手火炮好了啦。真的飞出来嘞！稳稳的吃个巴龙。风啊！刚掉了一条巴龙，有点小意外。但这条巴龙，很好，巴龙稳了，人命没了。卡桑蒂开始砍了。卡桑蒂，请尽快撤退。不然会十分的危险。哎，你还是一个漂亮。OK，AP 真好痛。有啦，有巴龙了啦，舒服了啦。太刺了啦，这些刺客，四面八方都给我出来碰碰一下，我都快没血了。艾克这些东西真的是白痴屌丝。
让 AD 玩不了。勒布朗一个 QR， 我要喷半条，应该喷七成。但我现在有吸魔剑了，事情不一样了。我等还要大吸魔剑，大吸魔剑双龙会。可以多零点五秒，我就是要亮那零点五秒，多零点五秒 AD 就可以做很多事，可以多普攻一下。给 AD 普攻到一下，那可就不得了。感觉有人要汉堡神偷哎。然后汉堡神偷，好 ，OK， 我们这边不幸的遭到了团灭。黑叔叔不在团怎么打？不好打。我只能说，黑叔叔不在团不好打。我们太软了，黑叔叔不在，我们也太软。啊！黑叔叔，全村的希望！啊！黑叔叔也倒啦！对面的刺客一人秒一个。看来五次还是可以。五刺客不烂，我只能说五刺客其实不烂。可惜，伤害拉满了。那刺客阵 AD 就混混伤害。瑞斯叔叔打僵尸，欢迎欢迎的，让我们组合好强哦。Minion 생성까지30초남았습니다对面也不赖，有一头猪猪。各位喜欢玩打野的这个版本，猪女一定要练啊，真的是非常好的打野，非编辑选。能扛有伤害，能开战。全能 JG King W 啊，他 R 也是 R， 随便打的。小雪0703 HPS 都选了，就连 HPS 都知道要选猪，你就知道这个角色有多强。Meta 角，他就是 Meta 角。나의창작욕구는도저히억누를수가없다挖掘机已经有点退环境了，现在就剩这头猪了，要不好啊，要跟我一换一啊。可恶啊，人头怎么是机器人的？我不差，我不差。机器人拿头，但机器人可以武术鞋跑线。机器人早点 A 他，好像他早点死。
모두 카메라 생활이야. 주자 조서. 내가 자이? 내가 창조했지. 아군이 다 수공을 동장으로서. 진짜 아름다움이 뭔지 우리 이제 갱크 성공로. 이렇게 방해를 받았어야 어떻게 끝낼 수 있겠나. 적을 처치했습니다. 그 어떤 신의 작품도 하늘 경기에 이르지 않는 것 같아. 땅땅땅땅 这样没有当到他的人哦，这种是旋风管家啊，没错，非常好看。 这个女人非常可能，她可是当年的动漫歌神，基本上动漫歌都是她唱的，大概有现在艾默跟 Lisa 的感觉，包办所有的歌曲，也有律师那点味道。 好爽，弹到对面两下。动画继续画啊！动画不是完结了吗？阿古尼，당했습니다。 적을 처치했습니다。 可以炸烂他，你可以让他吃待机啊！你这种上去锤他，太粗暴了！我这种太粗暴了！你好歹把他勾过来，这样子走上去锤他。哎呀，最后也没出钩。 要是辅助是小溪，小溪还有在打，是机器狼，牺牲小我。 吃个塔皮来回家喽！昨天果然 HPS 的神之手 ，HPS 的比赛值得看的吗？这家伙想杀我，这有点想太多了。加速！ 送掉，叫那只小兵啊！那第四发出去没加速，可恶！这扛塔175块，你们就说值不值嘛？那，我就把库桑给收了。
OK， 被炸了，我们家炸的有点疼啊！兄弟们来了，还有僵尸。 要让他走吗？他走了，一定感觉很烦，因为他前面炸死了我们两次，主要是被双杀的那一波很亏。 不然哈，机器人勾他，他应该就完蛋。哦呦，挡车！你打得过僵尸吗？哎，还多一头猪，打过了。 이 의상을 더럽히면 정말 짜증날 텐데. 炮车怎么有钱？炮车那肯定有钱呢。看一下中路的状况哦。来了来了，兄弟们来了。哼，就算你这边是十万场一队。 也不好说，一队赢了。Hokido 输了，Hokido 没有好鬼不行了，是不是啊？没有好鬼，他这一代玩龙还是肯啊。 没事啊，等好鬼出来就知道了。不急，等 DLC 这个感觉不止一万场了，开狙喽！最后一枪，漂亮，轻松血虐，好、哦、碎啦，double kill 啦！ 就是为了布这个局啊！还能放下路遇事者，卡皮我得蹭，反正说不过去了。 好，神装已成，中路被开通了。伊维利亚，这就是伊维利亚，对线中这么强了，但他会战很烂，没事。
날 보면 무슨 생각들을 할지. 유리아 这个角色，大家可以发现哦，你看尤里亚的 highlight， 都只有对线的 highlight， 因为他不会有团战的 highlight。你不管去看什么尤里亚 king 还是什么，他们都是那个对线的时候，然后飞来飞去，咻咻咻咻，然后乱杀。但他不会给你选团战的 highlight， 因为他团战就没什么好选。哎，十级啊！十级是有点太狠了，但他这一波可能要来团战 highlight 了。有了，他团战 highlight 来了。阿古尼他要死了！啊，这个时候他确实很厉害。没招了，真没招了。偶尔就可以有那么一场，但我们等等还是会处理吧。포탑이파괴되었습니다。等我这一手狂风之力加火炮，再加一个嗜血，再加一个缺的时候。포탑이파괴되었습니다삶의충분함을느낀다탄환이장전됐군아六神装六神装也得过我们僵尸这坎僵尸可没有那么好杀。나에겐오직이길뿐僵尸死啦。OK， 蜘蛛在看戏，不救一下这个僵尸。춤추라노래하라그리고莫慌，僵尸是不会那么容易被杀掉的。会战的时候不一样。哇，好快！完了，虚了呀！哎呀，队友倒了。可惜，感觉这把僵尸撑到后面能赢的，等不到我六神了。要是我六神装后，悟空，你看前面是什么？大合奏。每周必看。大变脸。你为什么要带人来抓我呢？本王后要你的皮。你是神马东西，敢来管你孙爷爷？因为以前还有一个小人在那边抖来抖去的，也火了一阵子，忘记是什么了。那个小人在中间扭来扭去的。
王哥好像是战王哦，战啦，孙悟空战啦。啊，怎么又是吉林啊？죽여준그녀나라로대단한일군요这个要干嘛？做事情，你懂。这个就是做事情。哎呦，劈伞，可以。哇哦！竟然闪掉了 Q 闪哦，那真的没办法，这个人马被虐烂了。세상은잔인한거야没事打王了对面两个没闪要打谁이사그리고약간구원자거기에피만뿌려주면打赢了没啊？翻滚翻滚喝水，翻滚翻滚喝水的 DLC， 要是今年上了，那萨尔达地位又是要岌岌可危。啊！这怎么还在？나의창작욕구는도저히억누를수가없다我不知道他怎么复活。太阳狗这一手。这人马有点捅不到对面的。今年萨尔达也出第二季，怎么说？是那个价钱，那个画质能比吗？贵一倍，画质也差一倍。哦，帧数差四倍。水瑶，张庄的号。OK， 不是他真的被秀爆了，我要死了。救命啊！艾尔登锁60，好像有那个方法可以解锁吧？打上莫德就没有问题喽。阿格尼探员死了。这商场的吉林好像是。真没有想到他们可以这样一直拉开他的开战呢、欸！来了，这次开谁？阿金会看咒术吗？说不定会看，哎，啊、开是开了，咒术回战，啥鬼啊？冲！那是可能的事。
演到哪啦？现在是要接那个剧场版演下去是不是？哎，还是剧场版是前传而已。聊天是不要那么火爆，听首歌冷静一下。哦，好久没听到这一首了。倒直咯，假如你生气，对，他好像还是原版比较好听，他这个 NC 版本普普通通。仰望耶稣，他们怎么这么多年没有出新作品？他们这一首要唱多久？哎，人马根本动不了，哎，这吉林也太强了吧！不行不行，人马脾气上来了，一定要捅他。已经零比五了，但我们有预示者，他快六等了。我觉得从他一等全空，他应该就已经有点中风了。好，来了。嗯。开不了战，这样看起来开不了战，很后期吧。哎呦呦呦呦呦！哦，这也太狠了吧！OK， 他全点这个了，他为了对付小马，全点缓速。哎，效果可能还挺好的。漂亮，把兵洗一洗 ，recall。煮一有料吗？吉林啊、哦，吉林蛮多会煮那个缓速的吧？我印象中还不少。如果打很轻松的牛头人之类的，可以煮 Q 啊。哦，伊芙琳刷了81刀嘞，还没搞到事情。速能叠加的吗？不行吧。啊？人马好像不知道吉林的技能，他会复活呢。是最低跑速，该没有吧？瑟雷西可以把人缓到完全动不了啊，现在没有上限吧？有上限了吗？哦，其他路也蛮惨的，上路好过一点。这人马得想办法跑线了。啊，等等看剑姬的分带了，然后伊芙琳看有没有机会会战秒掉吉林。
비명 내가 선사하지. 会弹的时候，他就不会放那个缓速了，改放加速了。자각자위치로 嚯，挡得漂亮！哎，没捅到，完了，要被换成白痴了。不是，我也是被换成那个。决定直接开始怕吃冰。 喂，人马，加速冲了！戳到肯定也是打不赢了、啊。这边有一个复活，一个大招，哎，对面还两颗头，这只能等伊芙琳了。我们两个是没机会的。跳出去！我只能说，太冲动了。 但是兄弟们来了，被炸死了！他就不是煮炸弹的，怎么把我炸死？漂亮，我复活了！好啊，你走吧。 伊芙琳来了，秀操作哦，解释，闪现，哎呦，闪掉了，还真给他闪掉了。反正有机会换。 哇，惊人！劈个还是劈个？这库里都错了，那都是死死。技能是惊人。溜了溜了溜了，中是中了，但打不死他。这手是啥？其实哈，你打开你的 Chat GPT 或者 Siri， 它就会告诉你这种。 现在的那些找歌都很快的 ，AI 啊，AI 是很厉害的。 아군이 타였습니다. 这个人马是最 hold 不住的，他已经在下路隐忍16分钟了，一直找不到机会撸死他们，有找到一次机会了。
결정이 날 재촉한다. 瑞儿没有眼了，倒是回家。哎，开战了啊！又是老样子，来这边拉开了，换另一个开战了 ，nice， 这个倒是开的不错，但要复活了，太单点了我们。 이제 대장시켜야지. 미쳤다고? 예술가를 일탈로 하나? 好啊, 这把大家都跑这么快, 飙车是吧? 垃圾丢满，塔龙在我们家里，十等塔龙。哦，啊，这个也跑超快。OK。 这个有轨道，他也超快的。啊，吸血鬼，还有个鬼步。这局赛跑局啊，怎么清兵呢？ 리어스를 맞췄다. 이프링聘了四个人，但我只能说大家都在努力，大家理论上都在努力。等这个铁马开到人吧。 그래 뭐가 가짜일까? 가면이 혹은 내 얼굴이? 总有一天他会捅到这个吉林的。 捡个红吧，上路也不行了吗？上路蛮奇怪的，他 counter 角，然后优势开局，就算那是魁伤地也是有 counter 的。哎，来了，又开始了，又是老招，他又是老招，对面又复活了。 这人马，已经被这招搞这么多次了，他还可以。斗鸡嘞？斗鸡？斗鸡要装死是不是？等他出现就R6。 我们今天专心练咯。啊啊 ！OK， 专心练咯，等再处理。这什么破麦啊？这有电吗？没有电。 瑞儿又
死啦！木塔被破坏掉了。只能说情势十分的不妙。공연전에늘긴장하기마련바로그긴장감이필요해我们的团战可能并不是对面的对手，大家都跑那么快，是要怎么打？澳门打人都是单点的。吸血鬼503，跑超快。他的血鬼是 DF 二连，那当然啊。每个 AD 看到血鬼就是赶紧绕干。이제야너한테온도찾아这场感觉到。我们的组合非常的无力。자체는저기학살중입니다要是辅助是一只吉替狼就好了。哎，对，赚大了。偷到，漂亮！差点偷到。走吧。분위기에막취해보자난목소리가없는가수요다리가없는무용수지这么难打，只有我跟伊芙琳有 CS。分带的剑姬没肥，我们的 AP 倒是快两件了。啊，只有伊芙琳打一个人，哎呦，他不管打谁都要被复活。唯一的希望就是铁马七五个了。对，要有建设性的团战。哎，被带走了！哇，单杀！伊芙琳出事了！저기미쳐날뛰고있습니다。伊芙琳也是相当的痛苦。残符警告：你已经游玩了三个小时了，记得要适时的休息。海府好像没有这个警告，这个其实到24个小时，它就会继续警告你。OK， 我被秒了。哎，吸血鬼漂亮！剑姬来了。前进突刺，再刺，一秒刺破。啊！被风筝要死了。前面鬼子风筝。这个艾希啊，嗯，这个艾希真的蛮猛的，跑得好快啊，真的跑得好快啊！理论上我们还可以抽兵线开战的。血鬼啊，现在血鬼没以前厉害了、啊，以前的血鬼
更痛。进来大招血池惊人，然后大招吸一口血，然后血池。죽음을선사하는건달콤한슬픔이지이제좀그럴듯하지어어넌죽게될거다아주간단해완라젠지저기춤을추자피켜켜저기학살중입니다你插 IG 算大河吗？算大河啊，还蛮痛的。Soren 哥现在下路也不太需要大河、啊。选萨米拉，萨米拉蛮烂的。选那伊泽啊，凯撒那一种。22:6，哎，拼呐、啊，也只能拼看看呢、啊。等对面失误。我这只三件套蛮厉害的。一定现在很厉害吗？应该还好。主要是铁马人一等真的被秀烂。啊！小兄弟。阿古尼탄했습니다억제기가파괴되었습니다他一等被秀烂之后，他后面也是一直被秀。跑超快，对面的跑超快，完了，汉堡，我们真把就肥一条路，就肥了一个伊芙琳。可以背一下圣经吗？这就是卡桑蒂，非常的厉害，血鬼伤害直接拉满了。R6啊，找到人就R6啊，多吉嘞，那R6啊，随便了，那行了。